节假期开始，这个客流全天一直都处在一个饱和的状态，然后从开餐几乎全天都是在排队翻台等位的状态。西单商圈就是整体的客流都恢复得特别快。春节期间呢，就比往年人流量比较大，也是营业额也上涨了，也是一部分的10%左右。我们基本上今年就是整个假期到就是大年初一到大年初六，每天排队都在300桌左右。